今天人超多哎、欸，好多表现哦，真的进来小人国了哎、欸，这是 NWA 高雄市政府儿童新乐园，这个都是童年回忆耶、欸。哇，很轻松，非常推荐。很难哎、欸，越上面风越大，碰一下。我的目标是你，你要打破记录了。哦，难看的，晕了晕了，是鱼汤啊，很臭哎，小人国的鱼，你干嘛？欢集，吃冰喽，不会咬嘴巴哦，就是好凤梨哦，鲜美人，这么美，好多了，我没有到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带各位去桃园小人国一日游。小人国呢，在6月29到7月31有增加水上乐园这个项目。那今天刚好是它增加这个项目的第二天，所以我们想说去小人国玩一下，因为天气真的太热了。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去小人国了，应该有十几年了。我再看看小人国有什么改变吧。OK， 不要多说，出发。集合 ，Go Go！ 我们到小人国了。今天人超多哎、欸，现在才刚开门，已经满了。票价799，动感新乐园。好多独角仙哦！不要这样子，真的进来小人国了哎、欸，真的。哦，对，志强。啊，我想他的车头不见了。好可爱哦、喔！像我们去过的，我们去过的缩小版鹅卵比耶、欸。我们还在那边拍照，有没有？对。这个是什么船？对啊，脱柜了，宇辰。Air Japan， 啊，这是 NWA 大韩航空 ，EVA， 这三条有院呢、欸。哎、欸、呀，太有劲了、欸，对啊。高雄市政府这么大、喔、哦。好大哦，而且你看它是自治时代的大王庄神社形式。哎、哦、呦，到站了。下车哦！不能进去啊！儿童新乐园哦，请投10元硬币一枚。不用想太多，顺吉主人做事这边啊。哦，我们要去坐那个环球小火车哎。哇，现在才一早而已耶，火车站这么多人，排到后面去了。这一台火车不知道可以坐几个人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坐到什么颜色？我觉得紫色。我觉得是蓝色。我们坐到的是紫色的。五个月899吃到饱，要3到12岁，12岁以上是1400哎，其实也还 OK。对。
住太远就不方便了。现在来到了埃及尼罗河探险。哦，冰淇淋折价十块。水乐园。这个都是童年回忆耶。对啊。哎呦，伞龙帐篷可以带下来。这是自己的采矿列车，自己来。这是超累。加油！我们现在来玩采矿列车。八给你哦，八给你哦。恭喜你，回来了。目标追到前一台车，压在了他尾巴。哎，就是练健身的吗？好慢哦！好慢哦！我这边能慢到一个。有始有终，永不放弃。我们又来了，结束了，很好玩，很轻松，非常推荐。手很酸，举不起来了。我们现在到了 New York。对，耶！哇，这个超高，刚才看到很多人全身湿啊，两个人。越上面风越大，很舒服的风。哎，你们在那里啊？隔壁啊，我们隔壁有。原本不是在那里。对啊，我们在那里。我们从那升起来，走啊，碰一下啊。碰碰车。来啊，敢不敢？我不手软的哦。走开啦！好好玩哦！好玩哦！撞爆！撞爆！太嫩了，你们太嫩，我撞你撞到翻掉了，太嫩，哇，来头翻哦，还有六个人呢，哦，舞台而已。
你要打破记录了。打过去，要二十才有机会。有，有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消飞车，耶！不得了，对，阿爸不啊，阿爸，阿爸嘞，阿尼莫，换博，换博啊，换博啊，换博啊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哟呼，好玩，赞哦，赞哦，超好耶！哦，这个动感乐园很好玩的，这上面是玩那个，上面很多球，然后可以又可以弄那个枪射那个球出来，很好玩。可是要穿那个袜子，要穿袜子。买双，买双。哦。这根本是在自作自受啊！晕了，晕了！你晕了吗？我还好，我世界现在是五花八门。干杯！真的可以带两个懒人帐篷来，我的差不多是这么大，差不多这么大。好多人哦，突然觉得这里感觉很好玩。这里的广场很多人。就现在中午的时间，大家都在吃午餐。
我有很多帐篷，很酷哎。我买这个小人果的雨衣，这全版很帅，可是布鞋感觉会湿。对啊，这个鞋都可以出一层。我们要去玩这个急流，疯狂急流，真的很疯狂吗？很可怕哎。傻眼了，我太凉了，哈哈哈哈哈，他鱼没有，哈哈哈哈哈，鱼有用的，鱼只是防护，很重而已，没有啊，你干嘛？哈哈哈哈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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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整个脚都湿了，耶，哎，所以我是背对的，哎，可以会上吗？呼呼，我这样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向后的，哈湍急，好像就是湍急啊！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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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正确往前坐，大门面对。进去泡个水，其实也蛮爽的。我们现在来玩风浪，水是这样慢慢扩开的，你一时间看不到那个前面的路。
玩完了风浪，现在要去水乐园了，去量一下。可以被刚才做的风浪扫哎，它那个下来真的超爽。这里是不是也会被喷到？好，我在这里等。小心，你会被淋湿。会吗？没有啊。他不是有一个广告吗？安安安小人果，安安安小人果。我们现在要去吃下午茶了。阿里山小火车哎，到站了。他会再走吗？会吧。不会。他走别条路哎。他不是一层一层这样开啊？你看那个神木很厉害。我们现在来到三不五时，我们来吃这个手工串冰，不找味的哦。串冰在哪里？这是别人家里吧？哎，它一点都不甜，它外面这个是椰子，有一种东西它也是撒这个，嘿嘿嘿，的那个味道，那个味道。哎，王丽啊，毛。有毛吗？所以是毛，真的，这是鲜奶，无糖鲜奶，无糖鲜奶，对，而且很那个清爽，就冰冰凉，哎，冰冰凉凉的，吃冰喽。吃看看那个凤梨，这应该是土凤梨吧？不会咬嘴巴哦，就是好凤梨哦。嗯，没错。那因为它。
凤梨是盐的。吃完冰，我们来看多肉植物，绕山花，多肉植物。以前的人是不是都在这里洗衣服啊？对。这全部都是芦荟，这里写说一起来欣赏多肉植物，然后都是100块一盆，每人低消130，餐厅不开放参观。哇，鲜美人。云雾缭绕，吃晚餐啦，云饮 coffee。今天吃这家青山云饮。会辣吗？不会辣，会辣，但是比较是淡的那种。是咖喱鸡哦，咖喱牛，哦、咖喱牛，云云咖喱牛，哇，多料哎，而且很香哦，很香，都是香料味。上菜吗？这个奶，他那个另外给的冷奶吗？好喝，好喝，那这个这里那个看起来好吃吗？这个是八成是中。没有点错哎，没有，刚刚还有咖啡，他也是。一起叫，一起叫。真的好好吃哦，而且那个猪肉真的是猪肉的甜味。可以再点一杯的那种。哎，我完全不会这样。加辣椒好吃哦，那辣椒很香哦。汤头也很甜，鲜甜。中间好。这是那个椒麻鸡肉，讲真的。完食了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今天小人国一日游行程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我觉得今天最好玩就是那个从12楼冲下来的那个。整个被水那个洒到脸上都是，
那真的是很爽。我们等一下准备回彰化了。OK，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朋友记得把那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个旅程见了，拜拜。